中国的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人口和车辆的高速膨胀导致城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过去的解决方案是用局部的数据调控解决局部的系统，用单点的智能解决单点的交通控制。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没有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能力，单点和局部的调控反而容易成为局部拥堵的深层原因。目前Bocom的智慧交通大数据系统已经广泛地部署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Bocom是一家致力于城市交通整体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Bocom正是在 Intel 的帮助下，基于高清视频监控这一最丰富的信息源，运用先进的智能分析算法，将城市全面的动态实时交通信息采集上来。也正是基于统一的 Intel 平台，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智能分析算法的跨平台移植，实现智能前端能力的云整合，从而实现一个从前端数据采集到后端大数据平台的完美的端到端的交通大数据解决方案。高性能的英特尔智强酷睿处理器可以提供对大数据的吞吐能力、处理和整合能力，把更多的功能算法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随着海量交通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处理能力的不断提高，这个系统将在行业运行监测、公众信息服务、综合运输协调、交通应急保障和缓解交通拥堵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未来Bocom将与 Intel 开展更加紧密而深入的合作，共同为中国城市智能交通的发展奉献更大的价值。